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带我老妈来检查一下她的那个心脏起搏器。媳妇儿已经带老妈进来了。啊？你这个王光，你王要去治疗？你王会治疗我吗？你啊？你坐在哪里没动？现在带老妈去二楼查个 B 超，是查 B 超吗 ？B 超我心电图。前几天在南京那边打过电话了，他让我们直接回到老家这边来查。是的。这两天刚忙出空来，今天就带老妈过来查一下。对。查这个药需要这什么东西？彩超。这个结果都出来了吗？心率正常，位置正常，一切都很好。就是，但是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老妈那个好像有点炎症，是不是？伤口这里，我带她去那个外科看一下。啊，就是起搏器什么都没问题。没有问题，位置什么正常的。都正常。啊，都正常。正常，在位。走吧，都正常。心率起搏器的心率就是六十，只要六十就正常。啊，一个红黄金都是。国庆长假要结束了，今天全民核酸。我已经。把李主签名。这些还没醒没了。一家人去做核酸，明天要开学了。一家齐做核酸，老妈已经走了。把门关起来，走。堵车卡的腿脚，我也卡的后头都满大腿，见过一点了。看这门肯定要注意，坐坐。我也不晓得他听我录音，我现在也。你看谁车门的？我那里。坐人家车是吧？就你说叫我下来的，我说些话就得，在高速上的咋咋的。你看人家车门，差点撞到人家车。啊，我人家车子。快点，快点。有那么大事？我二姐那天婆婆家不，婆婆一外开着门把人撞了，所以开门一定要小心。哪个能出去的时候？戴口罩啊！要戴口罩。车上有，拿去。是啊，上根口罩。哪里？门边。还有没有？没有。哦，有，还有一个，两个。没了，没了。嗯，那看看兜子里面有没有？有吧？嗯，走。不拿口罩就去做核酸？嘿嘿嘿。这个还没睡醒。做完了。哦，叫我治疗。叫我治疗。锻炼身体的，王岩。爷爷的锻炼身体。跟爷爷比赛。来。来。有水吗？上面。玩这个吧。那个是老年人玩的。走还有那两个没做，我们都做完了。快走了。妈在前面已经做完核酸了。你挺好的。
老太太，那你迟到了，还得做手呢。我们这里下了好几天的雨了，老爸种的这个菜，老爸说就跟拎起来似的，长得非常好。今天出太阳了。哎呀，什么时候上课啊？今天下午。今天下午啊？嗯。是收拾收拾。嗯。待会送你出去学校。下午就上课了吗？已经。下午上课。啊、哦，那快点，9点多了。做啥呢？啊？做干饭。好的。你什么时候上课啊？做核酸呀，做核酸呀，走，你帮王霞收拾东西去。去啊，他人呢？王霞，为啥这么大放两天？买的厚的。不行的话自己可以去调哈。嗯。你啥时候买的？昨天买的。这个挺厚的，这早晚上学早晚就得套着了，还可以啊。嗯，没有看着有点大，其实不大，里面的天正冷的，他织个卫衣也要穿加绒的了。我看呀，到不了，不炸的，不大哈。嗯，里面要添衣服对不对？嗯，那你少这着，你少这着。爸爸帮爸爸妈妈，那我也扫一个。扫干净啊！扫干净啊！这个王老师是不是挺狠的？可以穿。你今天天不怎么冷，穿这个。嗯。这个带着，冷的时候你早晚上学穿。嗯。然后这个装上。王岩，待会自己去楼上挑点被子，我得带过去给你铺着。嗯。天晚上冷啊。那我拿袋子。自己楼上自己挑哈。嗯。楼上好多被子。跳好了，抱下来。兄弟，啥呀？地扫完，把床再叠一下哈。我也不会叠。嗯，学着叠嘛，对不对？帮爸爸妈妈做家务。啊，大家把床叠一下哈，主要好像床还没叠呢。谁来给我把尿布？嗯，你。嗯，太少哈，真棒。真棒。扫的挺干净啊。全是灰呀。这个扫到南边垃圾桶里面去哈。嗯。阿妈。干嘛？这么大个被子让我打理。他意思让你把这被子抱回家，先铺那个。你一床一床理啊。爸爸去个卫生间，快点理吧。行吧。你别理，你睡进去哦。别理你睡着了啊！对，别理睡着了哈，快点铺。干什么呢？炒菜的吗？啊？你干嘛？我给你拿。今天看什么呢？你这？怎么了？咱们觉得洗衣服啊？咱啥都觉得洗衣服呢？洗衣服。干嘛了吧？干嘛了吧？失望了。人呢？哎呦！到我这屋来了，接动了。哎哎。
你干嘛呀？我都不打湿了。这是洗洁精哦。光洗盒子呢，你就把啥子倒上去？日啊，去嘛！你干嘛用洗洁精往洗衣机里面倒啊？这个知道不？你先放那里的，我来洗的。拿来看看看，这还洗不够，你洗。妈哎！你家老头子把洗洁精往洗衣机里面倒。他把洗洁精往洗衣机里面倒了。洗洁精倒洗衣机。哪个洗的了？你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了吧？我跟你讲。哪个是的？他把洗洁精往洗衣机里面倒。不是，把我是你和这娃扯过去烧到。来，我叫你按。电开了吗？没电吗？你哪头？哪头？这个插头。好。啊？管着呀，管着，管不动啊。管着那个。这个不能洗，直接洗掉了。他刚才倒洗洁精，你看这里一个。开关。这里我研究研究。这里有一个程序预约，看见没有？老妈不认识，理不认识，程序。调时间。这是一共就十分钟吗？就十分钟吗？就十分钟。怎么六十分钟啊？不能多少钟，我就失误了。那我一个十六，我也不懂。这是声音还能秒？按个一看看。晒鱼十二分钟。就这么没有快洗吗？十二分钟长着呢。什么四十五分钟就四十五分钟？我也不太懂，反正我能不太按。像技术人员了。喊技术人员。这是什么的？技术就学会了。技术人员，那技术没技术人员呢？技术人员在睡觉，纷纷在睡觉。这洗衣机，我也喊一次技术人员，我也喊一回呢。是的，我也喊主题他执行。他也按了很长时间，估计我不懂。没有，他就按了两下就搞定了。喊也喊，我也喊。不知道嘞。溜什么溜？真的挺牛的，看见你穿这衣服怎么像小土溜似的哩？炒牛肉吗？啊？大哥，看见？你看，就这。我的乖，这牛肉好吃，走。这个是乖乖乖乖的剪纸茶，到这了。走吧，吃饭。王亚喊小姑吃饭。妈讲了，两菜一汤。王亚地方往里面放上来。我好渴呀，我喝点水。今天中午就吃两个菜。我就喝点水。一二三四五六六个人，老吴现在不吃了。你干嘛？来吃饭。我吃几个？上这没拿那个，装完了是吧？没。喵。不吸了，没事。我是对你太少了。妈妈都没有。难管的。对呀。一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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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